你伤口的话是一定要那个给他那个你看这个一定要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东西已经粘到头发上去了。昨天说是不是今天用拆掉纱布给你洗一下？嗯嗯，然后还要抹药，别戳到我眼球就行。不会，你越动然后越容易弄到你，你看好疼。它是因为有血块粘在上面，我用着给你先浸湿一下，给你擦一下。哦，今天你那个手小心点，你看，是不是就掉了？就把这个血，好疼，血块它是粘在上面了，你眼睛睁开也会感觉到不舒服。眼睛睁开一点点，把这个血块给它剥掉。我这里面，哦天，要先不要动，这个不能用纸巾擦，好严，好严，好咸，好咸。不要擦，这只好了。我不想拆，这个拆了要把脏东西洗掉呀，让它好恢复、啊、还要抹药呢。你伤口的话是一定要那个给它那个你看这个一定要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东西已经粘到头发上去了。真的好疼。好了好了，这个不要再贴了，让它透透气。嗯，今天还消了一点呢，昨天我看肿的还厉害。好，你听妈妈的哈，你这下面有那个小血块，给它洗掉。洗掉了是不是就能张开了？嗯，还有就是双眼的，不会被妈妈说成独眼龙虾了。先让泡一会儿。好疼。嗯，先泡一会儿。疼妈妈。嗯，疼妈妈，你不疼爸爸？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疼，告诉妈妈，你个傻蛋儿。你这个眼睛能不能看见东西啊？看得见啊。哦，看得见一些。我敷一下这里还睁不开，再敷一下应该就能张开了。等会儿去给你买只老母鸡，今天大鸡腿啥的给你搞一个，补补身体，昨天流了好多血。找红医生吧。这到底是小孩啊，感觉他这个眼睛比昨天恢复的好多了。小朋友恢复的就是快，如果是大人的话有可能就没有恢复那么快。